体温、血压、心跳，拢正常，一切拢正常，咱当安心嘛。多谢你，这无啥啦。照顾病人本来就是阮医生的责任，而且你甲明珠拢是我的好朋友啊。我知影明珠一直拢想要有家己的囡仔，只是想袂到伊用家己的性命换一个无确定的希望。阮结婚之前，尤爸因为可以别人生一件代志，阮爸爸袂答应。迄时阵，我甲保证，我讲，伊的生也袂生一件代志，我一点仔拢袂要紧。想袂到，我是害伊受苦。明珠会做这个决定哦，不是为着别人啊，伊是为着伊家己。伊做一个助产师，逐工拢伫咧替人接生。我相信伊的心内一定嘛真希望会当生一个家己的囡仔。伊拢已经做到这款地步啊，这嘛表示已经有决心啊。啊！不过生囡仔的代志，不是一个人想要生就有法度生啊。是啊。弟嘞，你甲平宏嘛结婚一段时间啦。敢拢无想要替嘉玲去建设一个弟弟，还是妹妹？我有嘉玲这个查某囝，我已经真满足啊。其他的代志，自然就好啦。兄弟，我知影你甲明宏的婚姻，并不是你欢喜甘愿的。不过，请你应该相信，平宏，伊绝对是真心的爱你的。而且，我着伊只一个小妹，希望你会当去啊，我会做我的责任啊，我先来保养啊。Thank you.
明珠，明珠，你清醒啊？你即摆感觉哪？敢有倒位无爽快？在哪？伫遮。我是咧无欢喜啥，一个是我的大舅，一个是我的阿嫂，因才是阿母啊。我只是一个外科医师。牵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